姜伟编剧并执导的2017《热血逐梦》纵横职场年度压轴剧制《猎场》正在热播中。作为首部聚焦猎头行业的电视剧，《猎场》汇集了胡歌、孙红雷、张嘉译、祖峰、赵立新等一大批演员。演员徐格首次携手纵横猎场，饰演跳槽达人惠成功，不仅勤于跳槽，还跳槽跳成首富。据徐格剧透说，身在职场，惠成功是个特别老实的人，但是他懂得学习，所以后来一直在进步，甚至还出了一本书，叫《跳槽跳成首富》。